没想到陈佩斯数十年不上春晚，竟是这一句话导致的。赵本山对此更是深有体会。1984年，凭借《吃面条》，陈佩斯、朱时茂这对意外被春晚导演挑中的搭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巅峰时期。先后11次登上春晚舞台，《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王爷与邮差》《羊肉串》一系列经典作品，给他们贴上了春晚小品王的头衔。甚至一度在观众眼中，他们两个就是春晚的收视保障，不愧是中国喜剧小品开山鼻祖。然而就在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却突然消失，将近20多年都没有再上春晚。这才有网友猜测他们是受到了打压。原来当年随着小品节目的火爆，市面上应运而生，有了很多刻录小品合集的光盘，这无疑是侵害到了演员的权益。年轻气盛的陈佩斯这才一纸诉状把背后的公司告上了法庭，虽说最后换来了胜诉，但却惹恼了背后的央视国际。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陈佩斯、朱时茂开始缺席春晚舞台，难怪会传出封杀的谣言。但事实上当时过得很狼狈才是陈佩斯退出春晚的真正原因。要知道春晚审查制度本就严苛，当年陈佩斯提出了不少想法都被否决了，就好比《主角与配角》中叛徒一角不能反串正面人物，《警察与小偷》中剧情被疯狂删减，包括试图增加投影的要求最终也被主办方驳回了。长此以往难免心生厌倦。其实就连赵本山也曾说过，小品的主题就是搞笑，最忌讳的就是借此教育观众。可偏偏春晚现在大多数的节目就是在借着新颖的主题反映一些社会现象，难免让观众觉得节目不好笑。看来这才是没人看春晚的原因。